八仙晨报意外后，各大医院处理烧烫伤需求大增，花莲慈济医院也陆续转来病患。现在就是换药，还有评估他皮肤的状况。患者转往烧烫伤加护中心，等待详细评估后再进行后续的清创与植皮手术。医护人员悉心照料，慈济志工全程陪伴，加上亲朋好友支持，就是希望鼓励伤者勇敢挺过难关，勇敢面对复健之路。志为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爱肤味迎阳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昭医师。八仙的晨报呢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而且呢患者呢在各大医院治疗以后，有陆续有一些患者呢转来花莲慈济医院，之后呢他要清创，要植皮，还有很多的复健之路要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根据观众朋友所回 call in 的问题，请专科医师来回答。请问医师，装假牙很久后来断裂，剩余的残根要如何处理呢？如果说好的牙根，当然必须要考量到剩下牙根的长度，那以及它周边剩余的齿质。那长度的话，基本上至少可能就跟后续即将接起来的牙冠比例要到至少1:1的状况，也就是说不能头重脚轻，可能就是需要经过根管治疗的处置之后，接一个牙根柱，最后再套上假牙把它保护住。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牙根是没有办法被保留了，那可能就必须要被拔掉。拔掉之后会有一个缺牙，那缺牙可能后续就必须要评估是不是适合植牙，那或者是说做传统的固定式牙桥、牙冠，那或者是亦或最后的活动假牙的验复。医师提醒，如果假牙不小心断裂，最好立即就医，透过 X 光与口腔检查后，牙医师才能诊断牙齿残根是否可以被保留下来。仁医之客室解答你有关医疗的问题。在节目进行之前，我们介绍坚强的 call in 团队。首先是我们的王志宏副院长，一般外科的吴伯刚医师，整形外科的吴孟熙医师、谢正生医师以及翁日生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5613337。当然今天很特别的，请到两位主角，一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整形外科的王建兴医师。王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第二位是加护病房的王铎荣护理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王建兴，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创伤小组主任。面对八仙晨报意外，他希望用他整形外科组织重建与烧烫伤治疗的专长，在最快时间内处理创伤，给予受灾的伤患最及时的医疗照护。王铎荣，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护理师。八仙乐园粉尘爆炸，大量伤患起爆，各大医院急诊室，他与同仁随即北上支援，用他急重症护理专业，给予受灾的伤患最及时的护理照顾。王医师，我知道你也是创伤小组的召集人，遇到这种比较大的灾难的时候，你通常要怎么处理呢？那如果说像台北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的话，那对我们医院来讲，就是会几乎把我们医院整个瘫痪掉，甚至把全花莲的整个医疗系统都瘫痪掉。那如果说我们是遇到这样子的事件的话，大概能做的话就是先做一些减伤分类，那看看比较急的、比较严重的病人，可能要先做一些处置。那做完减伤分类之后呢，就看看可能要把我们所有的能够运用的所有的医护人力哦，通通都召回来，那到急诊来做一个第一线的一些处置。对，我知道铎荣对伤口蛮有经验的，那烫伤的伤口跟一般的伤口有什么不一样处理方法？大原则不变，不过一般来讲，烫伤的伤口通常它的受伤的面积会比较大，那一旦发生感染之后，会影响的结果也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在于伤口护理部分的话，就是无菌观念要特别的注重。我们知道超过 20% 都要做比较紧急的处理，为什么？因为如果照公司计算的话，超过全身的体表面积20%的话，那如果要叫病人自己喝水来补充他丧失的体液，那个量的话，他大概就喝不完，喝不下去了，所以就需要用点滴的方式来做一些输液的急救。
所以我们就定义说20%以上的面积烧伤就算是一个重大的疾病。对，我知道很多陆续个案转来花莲慈济医院来救治嘛，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1号下午3点多，八仙城爆伤患刘先生从台北荣民总医院转诊到花莲慈济医院。我们的一个评估大概是稳定的，那至少整个生命真相，那我想危险期还是有，但是我想已经慢慢的已经过去了。那最主要现在就是换药还有评估他皮肤的状况。经过急诊医师初步诊查之后，24%二度灼伤的刘先生立即转往烧烫伤中心，由整形外科医师接手。可以用敷料，我们就全部用敷料。如果说不行的话，还是要用药膏。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用的，只是说疼痛的问题，因为好的速度是一样的，只是说你用敷料之后不会直接接触到这你。的伤口就没有那么痛，我有比较放心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最考虑的就是疼痛的问题，因为呢疼痛是很难忍受的，那他这样跟我解释我就很放心。医师详细解说让家住台东的刘妈妈安心不少，初步评估刘先生后续的复健治疗还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我比较简单，我就是很想赶快下床。有着强烈的意志力，八仙城爆伤者刘先生努力伸展四肢，练习抓握与弯曲的动作，一方面希望早日恢复功能，另一方面也是回报大家的关心。就是看到大家都愿意这样子动起来，就是为我们这些伤患付出的话，我们就感觉会有更多的信念可以让我们赶快好起来这样。24%面积二度烧烫伤，经过治疗，刘先生6号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看到大幅进步，家属很欣慰，也特别感恩慈济志工陪伴走过最无助的时期。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花莲的慈济医院，那我自己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的时候，那除了担心病人之外呢，我自己也很慌张，那幸好这些志工的朋友来帮我们引导，也做了很多的关怀，那我们的心能够马上就能够安定下来这样子，那对我们将来照顾病者以及自己要走更长远的路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的感谢感恩大家。你看他们现在通话很多小娃娃这些来鼓励这个大哥哥这样子，他们就写说泰林哥哥，然后这一片都是祝福，大家的满满安心祝福。卡片上是护理人员亲手写下的祝福，刘先生不只是感动，也希望能够鼓励其他的伤者，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就是努力，不要放弃这样。对，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在痛的时候，那真的很难忍受。要有一个信念，然后让自己撑下去。伤口还是会疼痛，但是有大家的支持，刘先生用乐观态度勇敢面对复健之路。王医师，这民众遇到这种烧烫伤的时候，紧急的处理要怎么办？那最有名的话就是之前提出来的冲脱泡盖松这个。那对于比较中等程度的一个烧烫伤的话，那这样子的处理可以让烧烫伤的面积跟烧烫伤的一个深度可以稍微有办法降低，那可以保住病人的体温，那赶快送到适合的医院去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对，我像这次八仙城爆泡的时候是一定要干净的水嘛，像那游泳池它这样泡下去会不会增加感染的几率？真的挤的时候事实上降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温度如果没有降下来的话，那温度一直在皮肤上面，它可能深度会真的增加更多，对，所以要赶快把温度降下来。那即使是真的没办法，就是只好利用这样子的水来做一个治疗。那后面可能就要加强一些感染的一些控制。我知道后续的复健也很重要。复健对他们来讲有哪些的重要性？复健，因为事实上他伤口好了之后，他离开医院之后，出院之后才是他复健的开始，他真的生活的开始。那复健可以让他恢复他原来的生活的功能。可以让他自己照顾自己，
那不用再依赖别人，可以让他觉得说我是真的是好的。嗯，我如果出院之后还是靠别人一直在照顾我，我会觉得说我还没有真的是好。所以复健对他生活的功能，对他自己的照顾自己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对，我知道铎荣哈，晨报发生以后哈，你到台北支援的两个礼拜哈，非常辛苦。我也知道病人跟你们最密切，因为你们在加护病房里面几乎就也跟他们一起关在那里了，这样说了哈。那我们就知道在中间的复健过程哈。在急性期就非常重要，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跟他们做复健？嗯，其实的确在急性期就让所有的病人能够知道他们必须就要开始做复健，而不是等到到普通病房甚至转出后才开始做复健，有这样子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再者，复健基本上是由复健师来进行，但是其实就是像刚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其实复健师能够来病室旁边的时间并不是这么的长，那最常接触病患的时间其实常常是护理人员，所以其实像在总院的话，我们有设计一个复健的计划表，那就是包括我们建议病人做哪些运动，那他可以做到哪个程度，那我们就可以落入计划表里面，那可以交班，那我们也可以追踪他做的这些步骤跟过程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好。对，就一天要做几次，一次要做几下都有规定的哈，或者是哪些动作更重要的哈。听说你们换药非常辛苦了哈，通常你们换一次药哈，大概要动用多少人来帮忙换药？换药的部分的话，如果你的团队是都非常熟悉有经验的话，那大概2-3个人，那60%左右的话，大概一个半左右可以完成。可是如果说 你说一个半钟头，是。那当然就是非常熟悉有经验的，对对对，熟手才有办法。那但是如果说像比如说这一次台北慈院遇到的状况，就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受到这么多烧烫伤经验的训练的话，那这个换药的过程对于他们而言就是非常的吃力，需要4-6个人以上换到2个钟头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嗯，而且一天还要可能要换2次，对，所以光是换药的时间就是非常长了。非常的多。那当然，一旦有些意外家长都外面呢都很多偏方了哈。什么可以椰子水啦、降火气啊什么？关于偏方哈，你有没有什么呼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还是建议是应该是到医院的正式正规的一个医疗哈，接受这样的治疗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常常是之前病人看的时候，这个他去哪边看，到后来就觉得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在哪一家拿的，什么药什么药。不过是让那个伤口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进步，比较深的伤口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会比较好一些。对，那像椰子水那种的呢，那个至少没有经过任何证实说这是对伤口有帮忙的。对，我知道你接的小以前烧烫伤的小孩子个案也不少了哈。那小孩子的那个跟我们的烧烫伤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讲是比较薄一点，那有时候他受到温度稍微高一点的一个伤害的话，他的深度就可以变得很深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小孩子，他有时候你很难跟他说啊，叫他忍耐一下，叫他不要动啊，叫他怎么样，要跟他沟通其实是有点困难。那第三个就是他这个疤痕会随着他的年纪的长大，他身体慢慢长大，他疤痕长大的有限，所以疤痕挛缩的问题会更严重。嗯，对小孩子的话，他会遇到这些问题。对，我知道在护理方面我们的小儿科本来就比较不好照顾，他又是烧烫伤护理的照顾方面，小儿科小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在护理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去哄哄小朋友，陪陪他。那甚至在换药的过程中，我们会播放卡通影片，来去分散他的注意力。那甚至是状况，因为有的小朋友真的太小，他没有办法接受安抚，那可能会视状况开放他的亲人，比如说爸爸妈妈，那让他在里面陪伴他，增加他的安全感。对，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到最后都把你们当妈妈，我看到都抱在你们的怀里嘛，因为你们跟他最亲了哈。当然，小朋友我知道有很多照顾的方式，这次还好是年轻的比较多了哈。那我知道你照顾最多的好像是87%哈，而且有成功治疗的经验。我们来看这一段，必须啊。他是小凯，10年前还是学生的他，因为厨房大火造成全身烧伤面积达87%，是整形外科王建新医师治疗过烧伤面积最大的患者。3度烧烫伤，伤到皮下组织，神经坏死，皮肤无法自行愈合，需要植皮。
经过漫长的清创植皮复健过程，他现在已经能够生活自理。王建新医师说，这是许多大面积烧烫伤的患者最好的结果。烧烫伤患者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力照顾，花莲慈济医院在晨报意外后就立刻派了两位专职烧烫伤护理师支援，其中一位护理师王铎荣当天刚轮值完大夜班，接获消息就马不停蹄前往台北慈院协助，体会得到就是在这边正在进行工作的医护同仁们的辛苦，对，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能够尽一份力，谢谢他们能够及时的去做补位，然后让这些同仁能够到新店去，那再加上原来离职的同仁又能够回来，其实说老实话，这些整个过程我们都是非常的感动啊。发现晨报意外后，各大医院处理烧烫伤的需求大增，花莲慈济医院也陆续转来病患。23岁的林小姐，7月7号下午从北部转院到花莲慈济医院。这位病患他的烧伤面积目前是70%，那主要是在四肢跟前胸跟前腹。一位大面积烧烫伤患者一天至少得换2次药，每次需要3至8名不等的医护人员协助换药，大约要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喂食清理等都需要人力，医护负担相当重。还好许多单位的护理师支援帮忙分担工作量，面积比较大，所以将来就是面临这个植皮的问题，哎，对，那不过因为看起来他的背部跟这个头皮是可以来做植皮的，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把它处理好。避免细菌感染，提高存活率，以及清创后的植皮手术，是医护团队与烧烫伤患者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不好意思哦，那当初小凯哈87%他送来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一天他是两个兄妹送进来，那看到这样子，我觉得哇，这个面积这么大哦，实在是，又是一个小朋友，那就觉得哇，这个是有点不太妙。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其实整个医疗团队不是只有我而已啦，那是让很多医师、还有护理师、还有麻醉科、还有复健科等等很多的护理人员一起帮忙，在不同的阶段大家接力。那终于把他治疗成功，那在了2个多月的时间住院呢，他是开了大概20几次的刀，那经历这么多的辛苦之后，他终于能够出院了。但是那时候我们是觉得哇，终于是松了一口气，能够把他救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了哈。我们也知道从那个急性期到慢性期或各种期哈，有很多治疗的方式哈，都需要注意。我知道你有整理一张表格，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一开始的话就是他需要一个输液的治疗。那在受伤之后前24小时，那个输液的治疗的量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身体上的身上血液会因为受伤皮肤面积大，所以散失掉，也会因为受伤面积大，身体造成一些发炎反应，让这些体液跑到身体其他地方去，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够多的体液来补充他这些损失。那时候算起来，有时候你看他这边一个60%-80%的一个60公斤的人算起来。快20公斤的水，在一天要打到身体里面去，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量了。那心肺功能如果不够好的话，可能就承受不过第一关输液期。那后面的话就是清创之后才遇到一个是感染，那这两个几乎是都结在一起。因为清创不够的话，那感染就跟着来了。那受伤面积够大的话，它的细菌进去身体里面的机会就很多了。那除了从体表上进去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肚子里面肠胃道那些细菌，如果你的营养不够，吃的不好的话，那它这些细菌就会穿过肠胃道跑到血液里面去，造成身体的感染。那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那感染这关控制下来，另外一个就接着就是需要植皮，那要用它身上剩下的皮肤把它的伤口赶快覆盖起来，赶快降低它的面积之后，它才有机会把伤口弄好之后呢，才会进到最后一个后面的复健。那当然不是说复健在最后才做了，就是其实他在很早前面就可以一起在里面一起帮病人能够赶快康复回来。不过这几关下来的话，那病人能够通过这几关之后，还有一个很漫长、更漫长的一个复健的时间，通常需要有几年的时间。那刚刚讲那个个案的话，他其实花了2年的时间，专心只做复健，那才能够恢复到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啊。所以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路程。
在处理的过程哈，多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再分享的这些处理的过程？其实对于烧伤的患者而言，除了前期的伤口的照护，那后期的中后期的复健之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啊、当然还有一个疼痛处理啦哈、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在整个团队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的，就是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那尤其是像这一次八仙的事件，那其实是一个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恐怖非常难受的一个经历。那再加上后面一天两次的换药，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他们都很多都会有一些心理创伤。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在前期医护人员支持，那后期社工的支持跟整个家庭支持系统的增强都是非常重要的。对，那王医师哈，关于这种大面积的烧烫伤哈，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其实他复原之后，他这么大面积，那可能有在脸部的，可能在手部的，那这个对他在恢复之后，能够再回到社会上，再面对他的朋友，面对他其他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个障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很难跨过这个障碍，说哦，我要就是这个样子，我就变成这个样子，能够去面对我以前的朋友。那其他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会觉得说啊，这个跟大家看的不一样，他会害怕去接触他。那这个障碍其实在可以持续好多年的时间克服了，他才有办法能够走得出来。对，我知道一般伤口哈，跟那清创的伤口不一样。你看你们清创伤口都是腱肉啊，腱有甚至有腱骨的嘛哈。那这种护理哈，清创伤口的护理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多荣。一般来讲，在清完创之后的伤口的话，会比较疼痛。因为一般来讲，清创前可能是3度左右的伤口，那清创后可能是2度的伤口，对病人感受上而言的话，他的疼痛换药的疼痛是加剧的，所以在清创之后，疼痛的控制、疼痛药的给予就会变得更重要。那我知道哈，像大体的皮哈，跟那敷料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都是暂时性的，让他度过没有皮肤的这一关，让买时间，让后面用自己的皮肤把他的伤口覆盖起来。那整形外科未来还有对这些患者有哪些可以建议跟我们分享一下帮忙？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的关心，给他支持，让他们能够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就像多荣刚才讲的哈，心理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后续的支持。那我们今天当然很感谢我们王医师来到我们现场，当然也更谢谢辛苦的多荣，谢谢。台湾是尿路结石的好发地区，盛行率为9.6%，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1人有尿路结石。造成结石的原因很多，尤其是当水分摄取不足时。他有时候一整天都没喝，都完全都没喝水，所以应该是很大的问题。当结石产生堵住泌尿系统时，造成排尿不顺，对人体会造成相当大的负担。本周智为人医守护爱，带您一起来了解如何解除不定时危机。